天好冷，来煮个蛤蜊蒜头鸡汤，来找一下蛤蜊跟鸡。哦，哎呀，这蛤蜊，顶好这边有收藏，价钱都比较便宜。现在一盒1999。今天好像没有促销，但我老婆喜欢吃蛤蜊，所以就看一下哦。这个蛮多的，但这个比较小，这是89块的吗？彰化方苑文蛤。应该是吧，他们这其实没有标示的很清楚。有履历，上面写履历文蛤，那就他了。好，好买鸡肉。今天不要买太多鸡，就买小块的就好了。这鸡可能出水了，两只土鸡腿哦，85元，但它是冷冻哦，它两盒哦。现在促销吗？68。啊，不要，它都退到血水都流出来了，还是算了。看来这比较漂亮。那就拿这个。对啊。400克，对，就是这个了，119。好，还行，好了，就这样子了，回去。